上网。神奇的是，群奇山一夜之间开满了花。另外，专家在勘测现场还发现了一把玄铁重剑。我是华夏考古中心一派团队前往调查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不求闲啊？你看看这些，让你的 DNA 给污染了，我可怎么鉴定啊？天子笑，我分给你的。这是个好东西啊，姑姑，你看，好多蚂蚁，黑漆漆的一片，快看快看。姑姑，被吓到了吧？他可是自小就跟着你。四哥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就饿死，替我照顾他。今天是圣赐节啊，只要你诚心的祈祷磕头，什么样的鸳鸯凤凰都能许下。姑姑，为你专门做的，一起放个灯祈福吧。我不知道还能不能。姑姑这节日将进军的小仙都来这里祝福。你说奇不奇？三百年前，跟我走吧。你不过还是个小仙。姑姑，转眼间你都已经长这么大，很高兴。也久了，从今以后你可再不是我青丘的。不要离开好吗？四海八荒就要你大了，姑姑知道你对我最好。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，要将您再锁上七万。你在此睡上三日。三日之后，我用来保护你的仙杖会碎掉。手术还算成功，不过要靠仪器维持生命。生气者魂飞魄散。我究竟要怎么做？典籍上记载是毁天灭地的神器，据说还可以封印元神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何不加以利用？你连姑姑的话都不听。我答应你，是个极为凶险的人，一旦被记住，便会毁灭这四海八荒的一切生命。毁就毁了吧。脑部受到剧烈的震荡，能不能醒要靠病人的意志力。回去休息吧。那颗就是你，姑姑，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了。